看到你们的情景啊，我就想到一句话：当你在爱情中迷茫，不知该往何处的时候，此处就是你的葬身之处。你已经埋葬了10年的青春了，我觉得如果你真娶了她，你会埋葬一辈子。你觉得你未来跟她会在一起，会有快乐吗？不会的，你的心全扑在她身上，她的心不知道飞蛾扑火都扑在哪里，所以对你是无尽的折磨。你也是，你在这会儿也是迷茫，因为什么？你经历了10年了，应该都不满意，满意已经有结果了，对吗？而面对他呢，你更迷茫。是他给我逼得太紧了。是，他是10年磨一剑啊。其实他是10年煮一饭，现在生米快煮成熟饭了，对吧？各种家庭的逼婚已经急不可耐了，但是这种真的会有好结果吗？对你们两个来说，我觉得可能此刻的选择都未必是最好的选择。好，谢谢李总。来，徐老师，我想问两位每个人一个问题，我想问男生一个问题：如果这个女生一直不爱你，你还会跟她结婚吗？会。 OK， 问女生一个问题：你上一段感情谈了多久？2年多。为什么分手？就是后来就异地恋了。异地恋了，你爱她吗？那是什么感觉？想每天都在一起啊。你跟这个男生在一起的时候，有任何一个时刻有想每天都跟他在一起吗？有过这样的感受吗？也有。也有过。你在撒谎。我来还原一下你的描述，你有一段话呢是前后明显的矛盾。你说我希望再过几个月再谈结婚的事儿，我需要多几个月了解。可是在主持人问你的时候，你又说哎呀，我们太熟了，我们十几年的哥们儿了。我们十几年的哥们儿我都不熟啊，我还需要再多几个月了解。那种感觉，那种熟跟情侣之间的那种熟是不一样的，我觉得。哦，你觉得你需要以情侣的身份再去试验一下，多几个月就会多一份了解吗？不要骗自己哦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，其实啊，我们要去还原一下自己内心的状态。你会发现，男生的关键词就是一个“我们”，女生的关键词是什么呢？我想这样，我不想那样，我不要这样，这样让我感觉怎么样？其实，你们两个人的状态从你对话中已经昭然若现了。但是当你面对这个人的时候，好歹他有一点：第一，你熟悉；第二，对你好。最起码此刻有人陪着我呀，有人能占据我的时间跟我在一起，并且他还有一个许诺给我的未来呢。我不想放手，我理解，但是姑娘，耽误的是你的时间还是他的时间？伤的是他的心还是你的心呢？何必耽误他耽误你自己呢？如果你不爱他，放他一条生路也是给你自己一个机会。男生有一个名词啊，很残酷，叫备胎。我衷心的希望兄弟你好好爱一个可以给你爱的人，何必去在日复一日的纠缠当中浪费你的能量，给自己增加不愉快的回忆呢？谢谢。好，谢谢熊老师。来，陆琪老师。兄弟啊，你想啊，你怎么打动了他？靠的是什么？靠的是逼吗？你过去那10年你靠的是逼吗？你靠的是不是莫？你突然之间就开始逼他了呢？你觉得我，你看10年没搞定的女生我搞定了，你的心态发生变化，这个心态发生变化对他来说是一个很难接受的东西。他习惯是过去那么多年的你，是那个默默的在他身边听他倾诉，一次一次替他擦干眼泪的那个人，不是伙同他妈把他往民政局拽的那个人。他一想到如果将来的你是那种要逼着他强迫他做事情的人，你觉得他还会嫁给你吗？兄弟，行百里者半九十，你为什么在现在这个瞬间就突然之间你就一定要冲刺这一段了呢？婚姻对你来说是什么？牢笼吗？锁住他？终点？过了终点之后你打算怎么样？打算结束吗？做好你自己，做回你自己。其实我意见可能跟老师们不太一样，我反而觉得这里面反而是有爱的。我问你几个问题：第一个，你跟他在一起会有安全感吗？会觉得。第二个，你在他这边有情感寄托吗？有。第三个，他如果和别的姑娘怎么怎么地，你会吃醋吗？会。也会。
我觉得是有的，不是没有，只是不是那种小鹿乱撞的那种爱。经常有人问我说，我到底应该选一个我爱的还爱我的？我说当然得选一个你爱的咯，你要不爱他，那你肯定不要选。嗯，是不是？这是一定的嘛。所以老师说他不爱你，你要不要娶他？不娶，那肯定不娶，这怎么能娶呢？一定不娶。但是你在做一个身份转换的时候，他也在做一个内心的身份的转换。他以前是没有那么喜欢你，但他心里面至少已经认同了一点，你是一个他能够踏踏实实愿意跟着你过的人。那么这个身份转换肯定有时间啊，你为什么不给他这个时间呢？你为什么要在婚姻里面再让他来爱上你呢？你为什么不能从现在开始跟他好好谈一段恋爱呢？你暗恋他十年，那十年不是你跟他谈恋爱，是你在爱他。给他时间爱你一年，爱你两年不行吗？你已经等了他那么久了。所以我觉得这个不是有没有爱的问题，而是这个姑娘准备开始但还没有开始，但她已经想要开始了，所以给他时间是最好的选择。谢谢。